泰山桂和公园内设置了体健及儿童游戏设施，每天都有许多民众到此运动休闲。但由于园内的儿童游具是罐头游具，且游戏区域规划不是很完善，当地里长盼能争取改善。咱即马吼，就是这是罐头游具嘛，啊，咱希望讲会当吼，改做一个新的共融游戏。和大家吼使用更加欢喜啊！里长表示，公园内原有的儿童游戏设施不符合现有的共融特性，盼能让不同的孩子在游戏场从事社交体能活动，达成共融和多元年龄层的互动，同时让身障孩童及家长们可以一同游玩。如果我们把它规划更完善啊，大朋友、小朋友，还有一些那个什么，咱行动不方便的也可以。进来这边，大家一起吼使用的那个范围，和咱这个所在吼更加好，大家都爱来。另外，里长也提出，现有的公园场域规划不是很完善，希望能重新设计，让大小朋友都能在公园玩得开心。记者胡宇轩，泰山采访报道。